大家好，我是 Alex， 万锦市消防局。今天同大家讲的话题就是灭火筒的使用方法。当你家里发生火警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是致电911。当你打完电话给911的时候，如果你想使用灭火筒，有四个方法大家要记住的。第一是掹了一个安全针。第二，将灭火筒的喉向着火源的方向。第三，将这个按钮器揸紧。第四，是左至右，右至左这样扫。当你有时候的时候，不妨留意灭火筒上面的使用说明。记住，当火警发生的时候，请致电911。多谢大家。